P 和 Q， L 与矩形 ABCD 有两个不同的交点，所以说求出它。林淼淼，我讲课呢，能不能认真点？好好听啊。嗯。轴对称的任意两个点是不同的，所以说这个点 P 括号 M 逗号零是 X 轴上的定点，所以直线的 PQ 在于 C 的另外。林淼淼，一讲课就犯困。我不是犯困，我这脑容量太小了。我要是上这个智能盒子就好。把所有的知识点、考点都装进去，一点，答案自动出来。啊，我现在大脑发热死机了，需要冷却重启一下。嗯，你提醒我了，淼淼，你过来。干嘛？赶紧过来。我呢，给你安了个硬盘，五个 G 的，怎么样？快接到了吗？是感觉到了，嗯，清醒多了。刚大脑死机一动不动的，现在呼呼呼的转。